Hello， 观众大家好，我是阿妈米拉姐夫。之前做 XR Newsday 提及过的 Google 翻译眼镜看着好厉害，不过只是停留在概念上，还没有实体量产机器让消费者接触得到。但是你能相信姐夫正在戴的这一副墨镜除了有实时翻译功能以外，还可以录影、拍照、看视频，甚至做提示机呢？今天这一期视频，姐夫会跟你分享一下 Emo Air，一款无线一体机 AR 增强现实眼镜，在过去几天上手后的体验，对于我的日常生活带来些什么变化？喜欢这影片的话，记得一键三连和关注我们的频道，以后会有更多 XR 相关的游戏和硬件体验教程在这里播放。那我们正式开始吧。姐夫第一次把 Emo Air 拿上手后，第一眼感觉是完全不像过往体验过的 AR 眼镜，外观上只是粗框粗腿版的墨镜，跟普通墨镜造型上区别不大。这个绿黑配色更有点时尚单品的感觉，日常佩戴出外不会太过标奇立异的。弧形镜腿接口采用了机械弹力结构设计，最多可以向外开合8度，能够更好贴合不同大小的头颅，加上笔托可以随意调节，弄高、弄矮、弄宽、弄窄一点都可以，甚至有一对大笔托可以自行更换，更好适应不同的脸型。包装里还随赠多一对平光镜和镜框，方便玩家自己更换形态，在墨镜和平光镜之间来回切换，不用在室内都要做王家会啦。近视眼的玩家也不用担心玩不到 AR 眼镜，除了可以佩戴隐形眼镜以外，还可以拿着额外附赠的一对镜框去线下眼镜店里配置。刚好姐夫也是重度近视，看看为这一副 Emo Air 配置近视镜片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吧。提供了一个就是度数啊、瞳距啊、瞳高啊，同埋咧就记住入边嗰只镜片咧，即九分边就前屏分边。啊，你见到咧佢系呢个屏啊，必须咧就系要后边呢个凸起，即系向自己眼睛就可以。如果有800度嘅玩家嘅话咧，佢而家大概系咁厚度啊，预计800度嘅话咧，可能乘以2度啊，乘以要厚啲。不过咧。什么太大问题了。虽然线下配置镜片比线上贵一丢丢，不过在度数的准确性还有适配屏幕会更理想，各位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去眼镜店自行配置哦。加上近视镜片后，整副眼镜重量达到84克，如果只是用原装的平光镜就重78克，虽然是比我本身的眼镜重了一倍多，但我觉得还能接受。你觉得姐夫戴上眼镜后效果怎样呢？ Emo Air 采用了阵列光波导技术，把显示片做到很轻薄，才可以塞到两块镜片的中间。这块有 83% 透光性的屏幕，戴上后跟普通镜片一样没有阻挡性，基本上可以全天佩戴的。 Emo Air 跟柯蓝的眼镜有点相似，有一块屏幕在右眼，戴上眼镜后所有的画面都在人眼的右上角显示，不过由于是单眼彩色显示，戴上眼镜后在人眼聚焦上需要适应一下了。我自己看右上角的屏幕时，感觉屏幕后面的现实环境会变得模糊，就像你举起手掌距离眼睛20厘米左右时，视线会集中在手掌和手指上。当眼睛用正常视野看现实环境时，偶尔会看到因为太近眼睛而虚焦的屏幕边缘，还有在屏幕左侧折射出来的彩虹边和现实环境，但是都不影响正常使用。官方表示投影距离3米60寸，入眼亮度250 nits 左右，个人感觉显示纯文字的时候距离好像更近。不过每个人戴上 AR 眼镜后的感受都有很大差异，很多时候都有脑补的成分。 Emo Air 在影视方面做得十分好，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看到眼镜内的内容，所以偷偷的摸鱼看片岂不是美滋滋？哈哈，看片倒是其次啊，其实眼睛还有翻译功能的，能够实时在眼睛上把日文、英文和中文语音翻译成中文内容。小姨子以为有了这个翻译功能就可以轻松跟外国人聊天了。 Hey Luca, this cafe is so chilling. Where did you find it? Oh, by the way, this is your AR glasses. It looks so cool. Where did you buy it? Can you tell me? 哦，这里显示的都是中文字幕，我不知道怎么用英文回复你哦。这个翻译功能对于聋哑人士可能有更大的帮助，不是要助听器就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姐夫了解过一下，这个翻译功能是由网易有道提供的，在英语和中文识别的准确率上大概有70%左右，效果还算过得去的。不知道识别姐夫的港普会显示出些什么呢？有听说过流干红，但从来没有跟跳过，所以作为热身，姐夫优先选了大
还有提词器也是姐夫最爱用的功能之一。虽然我不需要跟老板和同事汇报 PPT， 但是我要对着镜头跟你们说话哦，而且这边几乎看不到镜片内的屏幕，显示的稿件默认都在屏幕左边对齐，可以选择字体的大小，甚至可以透过点击介质进行翻页。如果对稿件熟练，偶尔瞟一眼的话，眼神还不会显得很奇怪。你觉得姐夫要不要以后都露脸，戴着这副智能眼镜做节目呢？由于 Emo Air 是一个有独立系统的安卓智能眼镜，不用连接手机或者电脑就可以看预先储存在眼镜里的视频。我个人习惯在戴娃睡觉时播着电影，把亮度和声音调低，就可以看大片和哄睡两不误啦。当然你也可以在内置的应用市场下载 APP， 或者透过 ADB 命令安装第三方应用，例如腾讯视频、 QQ 音乐、哔哩哔哩，甚至 Netflix 都可以安装。不过这些应用还没有对智能眼镜做好适配，在一些操作逻辑上可能会有一点点怪的。你让我在眼镜里用 QQ 扫二维码登录，有没有再离谱一点啊？说起操作逻辑，眼镜上的交互主要分几种，一种是长按万能键，唤醒语音指令助手，可以讲一些简单的指令，打开相机，提醒我明天早上八点做核酸。第二种是 Three Dot 头控，通过转动头部控制白色小圆标，在第三方 APP 上像鼠标一样控制，再用右镜腿上的触控板透过点击、下滑、水平滑动等等动作进行确定、返回、横向滚动，不过在外人看来就会像这样子了。幸好一些原生的 APP 已经适配了眼镜交互，只需要滑动和点击就可以完成操作，例如拍摄视频和照片，相对来说就方便得多了。为了顾及隐私，每一次使用摄像头的时候都会亮起白色提示灯，如果天气好的话，你甚至可以用这个定价500万像素摄像头拍摄 720p 画质的 vlog， 而不用打开手机或相机哦。Emo Air 作为一代的机器，姐夫虽然挺喜欢，不过也有些不足需要讲讲的。暂时眼镜的 APP 只有直视翻译和提示器比较亮眼，期待宣传片里的导航功能尽快上线咯。其实我在使用的内测版本系统里是有高德地图测记版，已经能看得出 AR 导航的潜力，不过这版本只是给测用的，缺乏走路或者骑自行车的路线导航，而且 WiFi 音质一般，需要增加支持蓝牙耳机，眼镜的耗电比较高，如果长时间亮屏，右镜腿内侧很快就会有点轻微发烫。350毫安电池加上我的中高度使用，只能断断续续使用两个半小时，实话说是挺不够用的，隔一阵子就要充电，希望能想想办法提高续航哦。在猛烈阳光下佩戴，只能看清 15% 左右的画面，如果墨镜片可以增加镀膜选择，改善阳光下的显示效果就好了。眼镜里的交互和语音指令也需要改善一下，把个别细致的操作搬到手机里可能会更理想，例如手机可以作为键盘输入文字，增加更方便的方法传输文档或者图片到眼睛或手机里。一某手机 APP 尽早支持苹果系统，现在 iOS 系统只能投屏到眼睛，缺少安卓端 APP 很多的未操作功能。这样看来，一代的 Emo Air 比较适合喜欢尝鲜新科技的玩家，普通人可能需要再考虑一下了。相信随着技术进步， AR 眼镜的硬件和应用交互会更加完善和实用，更好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在形态上跟普通眼镜无限接近。你觉得 Emo Air 作为一副有 AR 功能的时尚眼镜做得怎样呢？现在外观的配色好看吗？还是影视剧里的黄金镜框配茶色镜片更好看呢？你希望加上些什么功能到眼镜里，可以更方便在日常生活里使用呢？欢迎在弹幕或下方评论区告诉我哦。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有其他补充资料，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喜欢这影片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支持一下姐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姐夫在 B 站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这里是茶玩 VR， 一个集愉快体验和硬核招生的 MetaQuest 爱好者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